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半决赛，我是主持人张绍刚，我是徐浩伦，我是谭尚文，我们是漫才兄弟。我是主持人张绍刚，我们是漫才兄弟。声音有必要那么大吗，各位？我身边多的这两个人大家都知道了，漫才兄弟啊，他们因为上一轮非常优秀的表现直通总决赛，所以他们今天不用比赛就凑到了我的身边，闲得慌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。对对对，我们上一次表现好也是因为绍刚老师主持的也还可以啊。由于上一轮张老师也主持得很好，所以这轮张老师也可以不用主持，我们有请撒贝宁老师。没有撒贝宁老师。哪来的撒贝宁？没有撒贝宁。哦，没有，我是觉得撒贝宁没有撒贝宁老师，撒贝宁老师好玩一些。没有，没有撒贝宁，好玩也没有撒贝宁老师，一个买题也没有，一个买题。哪来这么多没有听过的名字啊？哦，今天的主持界只有张绍刚老师。哦，那要不好，那证明一下了。证明一下自己。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？对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要证明，要证明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看，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主持人啊！我跟你说，只有优秀的主持人，是不是才配说赛制？来吧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赛制，你真的不用喊得那么大声，那个对，又用礼貌的笑声装那种啊。介绍赛制开始了，我们现在还剩12名演员。他们12位将参与今天的半决赛，半决赛将只有7位选手能够和漫才兄弟一起进入到总决赛，剩下的人也可以进入总决赛。那我白挑断了，晓得吧？还进入总决赛，没有挑断了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是不比赛嘛。张老师就对我们评价一下，主要是想听张老师的评价。我评价你们。哎，对，我觉得你们不需要我的评价，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，漫才兄弟是今年我们的舞台上最才华横溢的，最有天赋的，舞台魅力最强的，感召力最有效的，和最看不起我的演员。也没有，你看张老师还是会夸人的啊，是主持功底也还可以嘞哦。我还是喜欢撒贝宁，而且不要没有撒贝宁，没有撒贝宁，没有撒，只有张老师。好，张老师没有撒贝宁。好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我问一下，你喜不喜欢陈鲁豫？啊，喜欢。哎，我妈妈从小带我看她的节目，然后我那时候一直看老师的节目。我只是问喜不喜欢，喜欢呢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好，对不起。控制一下你们的情绪好不好？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大家的啊，为了大家的喜爱，让我们欢迎回归的鲁豫。夜夜想起鲁豫的花闪闪的泪光真的吗？啊啊啊啊，差不多就可以，怎么还啊上了啊？对不起，赛博尼老师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这样，热烈的掌声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大张伟张雨绮。雨绮啊，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你来唱情歌，我们是不是个喜剧节目啊？是。你留谁独自张呗？你。我们赶紧结束这一趴，真的太痛苦了。旁边有这样的两个人，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嘉宾，也是老朋友啊，曾经来过脱口秀节目，是用歌曲啊陪伴了一代人成长。他就是。唱啊！这就是。苍茫的山，你在蓝夜。能不能一块唱一首歌？是否爱上一个人，不问明天过后，想你
温水手不比你有看头，有没有点默契？不是这首啊、菠萝菠萝蜜，菠萝菠萝蜜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终于踩到点了、让我们掌声欢迎谢娜。话筒了吧？不是台本是我上来你就该下去了吗？我这不拿着话筒下去吗？不是我上来的时候台上是没有人的吗？我是外场没有了。张老师，今天教师节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这些湖南来的呀，伤害性太大。OK， 啊，什么好美呀、啊？美，都在说真话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娜。哎呀，我觉得能够正常发声的感觉真的太好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前段时间杰哥在鸟巢开了8场演唱会，我的嗓子哑了。他真唱，我真哑。七夕节的那天，我坐在台下，杰哥在台上对着几万的观众对我说，娜娜，祝我们七夕快乐，永远幸福。哇，他情真意切，我哑口无言。杰哥在台上互动的时候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话筒递出来，我唱。爱爱爱！我当时好急啊，我好想接住他的歌，我好想把爱唱出来。爱，儿爱，儿爱，儿哟。我前几天看了个热搜，说谢娜出来工作，我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哎呀，出来发疯哦，不对，出来工作的感觉真好。我看最近网上经常有人发我们之前节目的片段，留言说笑跪了，说小时候很喜欢谢娜，还被父母说疯疯癫癫的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可是我现在长大了，还是觉得很好笑，好怀念谢娜呀。我好想在下面留言说，我还在呢 ，I'm alive。而且很奇怪，当我癫的时候啊，有很多人骂我。现在我比原来正常了，这个世界终于癫了，感觉是我在时代的前沿，冲着世界喊了一声：我癫了，你随意。十几年之后。世界真的随意的颠了起来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我以前这么吓人啊。哎，这个世界终究是颠成了谢娜曾经的样子。我今年有幸客串了陈可辛导演的电影《酱园弄》，一共就几句台词，但我演得非常好，我演完以后，所有的人起立为我鼓掌，还有哭的。谢娜话少的时候，是真有魅力啊！除了演戏，我还参加了《乘风2023》，圆了我的女团梦。从最开始被说是皇族，到最后被认可。拿到了乘风创始人，是真不容易啊。说到皇族，
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呀，皇族最能识别皇族了，哈哈草。我懂你。其实被人说皇族的感觉，其实被人说。其实被人说皇子，拍别人照怎么回事？被人说皇族的感受真的挺难受的。怎么说呢？这事儿啊，还是要靠实力。我已经靠实力证明了我自己，你要好好加油哦，不要只加好友哦。这一路我做所有事情过程都不会太容易，但是我非常的坚持。我在学校是800米长跑冠军，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努力不怕累，黑我的人他总会累的。哎呀，结束了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结束了？我也以为。但是我是谁呀？我是谢娜呀，我不光不怕黑，我还黑怕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来一段自己写的顺口溜 rap。 送给大家。我是一个人来的，应该不会被双淘汰吧。抓个币。从哪儿进？从哪儿进啊？已经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别人看不穿，我的疯癫也是一种乐观，让这个世界和我一起癫，癫开心了，坏情绪都别来沾边。今天看到你们都在这里，为梦想打拼的路上有风也有雨，攻击和谩骂有什么了不起？它只是你成功路上的催化剂。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初心，不能坚持，坚持不能放弃，坚持下去，时间会给你惊喜。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记得提醒自己。Follow follow me, follow follow me, follow follow me, follow follow me, say。谢娜真的了不起。Hold on, hold on, 我还没有说完。就像生活开心，其实也没多难。在脱口秀的舞台唱 rap， 什么感觉？就像加了海天蚝油，加一点就好鲜好鲜，每一点都鲜到我的心里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娜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谢娜。